上面哦，那没有发到表格的地方是大大的红色，那这就是这个三头发的简单哦。先看在口袋，放在朝前前面，这边什么都没有哦，这样上班哦，这边朝前从头上往下掏就到了。好，他们说在将中间两个钞票进来的时候，掏掉。两个看好坐在旁边那个大大的东西腰背带哦，腰背带呢直接往后放过来那个，那千万不要抽出来哦，要不要抽出来？两边都一样，他都有换，好，两边都一样都有换哦，所以呢，他可以调整，刚刚好坐的记得再插回去，如果就往后放过来。好，下面的问题第三哦，那口袋里面为什么朝前装的有东西？左右两边各有长长的，就叫做背带。背带的使用方法一样，他们可以调整。调整好之后呢，由后往前发展过去。好，碰到就这个问题讲过了。左右两边都有啊，那我再说一边哦，一边呢，好，